伤痕火那个，是的，不是很多失败的例子的。我就是失败的其中。Oh my god！ 可是我们五个人里面，你是最厉害做手工的。这个真的很难，我觉得我们局面。这个制作起来呢，真的很难，需要花很多时间还有精力。所以今天就轮到我们挑战啦，看我们能不能挑战成功。Let's go！我们会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我们是做什么图案呢，然后同时呢，我们还会添加这个游戏，就是害你在心口难开，它就是一个卡片，然后在我们头上，我们不能做指定的动作或者说出什么话这样子的。对的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立刻开始吧。来选，你们哪一个？快快快快，直接开好。二号、四号、五号。我拿到的是五号，五号的这个是一个企鹅，而且哦，它居然是一个戴着圣诞帽的企鹅，我们做圣诞节哦。至于有没有信心完成它呢？我觉得没有，有吧？嗯，我觉得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接下来就是我的，我是一个草泥马，我觉得我是里面最简单。你有没有觉得很像？但是我觉得嘉慧。他的脚站着，可是你要做长的，对，要给他尖尖上来。可是我很喜欢这个 Q 白白色。OK， 我的是四号，然后是松鼠的，然后我觉得我这个也是会很难，因为它也是手拿着东西，然后要放，就是要弄成有那个形状，我觉得很难。然后我抽到的是龙猫，这个龙猫很 Q， 是的，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很可爱，这个真的很 Q。Q 哎，会难吗？感觉上还没有很难，因为只需要弄一个圆圆圈啊，圆的灰色的，然后插个耳朵，然后弄个肚脐，你看 ，OK 的，喜欢都是成功啊。然后到我的就是这个熊猫，我觉得很难的。我看到每个人都很难的，要站着都很难，还有清草地也要动。真的清草地。努力奋斗的橙子，我们现在去读书了，拜拜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在这里，然后就随机的抽卡，然后抽完呢，就会戴在这里我们的这个红色绳子上面。如果谁做到了这个，就会被飞呀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，耶！我们一二三一起举啊！来，一二三 ，OK， 戴呀戴呀戴有了，还有的。由于刚刚吹熄了电，然后他看到水还要再抽过来，会断的。那大家看，你觉得你会失败吗？不会。
可以弄到这样圆的吗？怪怪的，你怎么怪怪的？如果猜到的话，就讲出来就要换卡了。你猜到的是什么吗？摸自己的脸，这样不是，这样不是，这样可以继续啊。OK。每次看他们啊，做那种啊，那做那种视频啊。他们很厉害做的哦，好像很简单，实际上很难。对，牙齿有牙齿海底捞，哈，又海底捞啊！哎，我开玩笑了，对吧？你懂？你要会啦，你会啊？你要买海底捞？我不要讲话，我是你想要，我是我是想要。
我不要每一集都是我是那个失败的。妈咪。OK， 可以吗？不可能突然间。好的，大家。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放弃，不放弃，坚持就是胜利。Go， 继续加油，你很好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因为时间上关系呢，我们就做到这里。然后有些人是已经完成了，有些人是打算放弃，有些人是还没有做好。然后我们大概用了两个小时半的时间来完成它。这个就是我的成品啊，还是这样子，虽然它跟照片不太一样。他这个照片上是 Panda， 然后我做一半放弃嘛，然后我只做了两个，所以我就随便塞了，就变成这样哦，黑色的衬衫。我做好了，然后这个是卖家秀 VS 买家秀，然后我这个图片是帮他戴绿帽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戴绿帽啊，所以我把它换成燕子了，然后我也没有做他的。原来还有脚我才发现，我没有把它做脚哎，然后它肚子的这个我也是没有，把它做到，然后它的鼻子啊，那我也是把它弄到变成大大个，所以它就变成这样子了，而且它的手一个凹进去，一个凸出来的，而且还没有大肚腩，而且它的背是直的，我弄成 2D 啊，硬生生明明还是 3D 的东西，哒哒，这就是我的成品啊，大家你们看，这是我的成品。然后其实它，你们猜不到它是什么呀？其实它其实是一个松鼠，但是，我有点懒惰。你看，这个是它有身体，然后有头发，都是圆圆身体，也是圆圆。但是我真的尽力啊，我只能做到这样。但我觉得已经是我的极限了，我觉得很可爱啦。然后我觉得有点像我家的肉一样，我觉得我满足了啦。当然，这是我们还没有完成的成品。我的这个是一个草泥马，可是我只做它的身体。我觉得时间不够用，要做的话要很多时间，所以我打算放弃了，因为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。我的话呢，我一刚开始我就拿错颜色了，所以刚开始就是一个错误，所以我到最后我知道这边全部都是错了，它的手是绿色，它的这边呢，这边就还好，然后可是我已经把它改成不一样的东西了，完全是两样东西，好吗？就是这样子。现在就到最终公布结果的时刻啦，让你们猜一下谁是犯错次数最多跟最少的人呢？最少的肯定是乔文，是不一定，我觉得乔文已经很少，我们两个都很少，小少，反正我们不是最多，我们三个是最多，最多我觉得我是中间诶。
为什么我觉得你后面有才有越上去？OK， 所以我们想知道答案了。有一个小惊喜哦，就是这一次犯错的人，就是最终次数最多的人是不止一位的哦。他让我们两位啊，就是我们两位打平了的，打平了。是我感觉是我的。OK， 现在公布结果喽，恭喜 Tracy 答对了，就是你们三位。我三个，OK， 我现在一个一个公布哈。Charlotte 是五次，然后乔恩是六次，是 Tracy、Yogi 跟佳慧分别都是十次。我觉得你很厉害，后面追上来。好，现在就到我们的惩罚环节啦。那就是呢，在大合照中呢，犯错最多次的三位要扮鬼脸，然后其他两位就可以美美这样子咯。可以，没有问题，来。我们今天羊毛毡体验呢，有的人成功，也是有人失败。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玩那羊毛毡的话呢，可以去收藏买到哦。但是很好玩啊，只要很考验耐心，而且要很小心哦，就好像我们全部都被冻到手了。对，好啦，我们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你们还想要看我们体验什么的话呢，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吧，拜拜，比心。